我们好久没玩月神了，我们要不要来把月神呢？但是月神要的攻速它比较的多，你知道吧？决斗大师，决斗大师的滑板鞋。这不够钱啊，这咋整啊？这拿不拿呢？滑板鞋我回回都刮痧呀，没攻速啊。这也不能空城了吧？拿着吧，先拿着吧。如果上来拿攻速了，这个决斗大师咱可以拿。我们没拿攻速，这决斗大师不好拿，其实。拿个猴吧，先上个猴。三个决斗大师，一二三四五。滑板鞋带科技枪俩分裂剑无敌。哇，我这三星红了。没攻速不好玩啊，滑板鞋。这明显就是我们瑞文的角儿，知道吧？这明显这就是瑞文的角儿，这把玩瑞文。先拿着一手打一手攻。斗士大树，那你能打得过我决斗大师吗？你斗士的大树，好像能。他这连个羁绊都没有，他把我给打赢了，确实我是有点伤，你知道吧？回回都玩瑞文，那我这那怎么整？劫来，刺穿他们！我要播种恐惧。就瑞文呢？我觉得可以，先拿个蓝 buff，再拿个帽子，最后做个水银。或者这把不要水银，这把给他整成科技枪，或者是俩帽子。这波肯定能打赢，他这三个都不咋地的，我们打倒数第一。这个 Godlike 85是不是神超啊？好像没什么上的呀。没东西上，月神没有，
五块，六七，八九，十，把这几个斗士给他卖了。哎呦，这你都能赢得了？这一手蓝 buff 小猫还是有点猛的啊！这你不要攻速，我操，大棒也没了，这咋整啊？这拿个魔抗着吧，那咋整？你说没东西拿了，我这倒数第三啥也拿不着，确实有点厉害啊！这蓝 buff 没有。帽子也没有，就整个小破魔抗。关键这攻速他们不要吗？为啥不要攻速呢？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上两个御剑仙儿。反甲科技枪皎月，这是不是有点给他刮痧呀？这这能打过不？这给我砍死他！漂亮，哦，四个决斗大师可以上啊。两个银马，能赢把大树给卖了。把这给你，套个盾。哎，但好像不行，这日炎有点猛啊。我们只要保证自己前期别掉太多的血就行。这把我前期拿决斗大师打工吧，我再拿个武器大师，虽然我们没有攻速，可以拿决斗大师打一手攻。晚点给我来个天选之人瑞文，我们又糊了。没有牙线了。给个大棒女神乐，漂亮，直接合成一手蓝八符。大棒大剑也行吧，凑合地儿吧。大剑这给大棒全套，
说这波不升级是不是不太行？升了吧这波，这波升了吧，这波升了上个随时，不升白不升啊，这升。我也准备好了。这两星刀锋确实是有点不像人了啊。那九块钱呢？这刀锋啊，刀锋九块钱，啊，天选之人，剑姬差不多可以撤了。那怎么少一个决斗大师呢？为啥没有人告诉我呢？哎呀，少一个决斗大师确实是有点难受哈。那怎么办呢？好像有点撤快了。狼人无敌了，狼人给我挠，我现在需要一个斗士来救场。这把森林也行，但就是没小法。这一星的狼人还是差点意思啊，狼人要升二就猛了。哎呀我操，你哪那么多大棒啊，要啊，你咋那么多大棒需要？你咋需要那么多大棒呢？你要那么多大棒子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你说我操了，这把没有大棒子，我来个铲子。不知道你一天天的在玩啥，我也不知道你一天天的在说啥。咱俩可能就不是同类人。你不知道我干啥，我不知道你说啥，咱俩这拉倒吧，分手吧。
猎人有点多呀，这猎人。不过我们不玩儿。风暴就要来临了。你就说一天天不知道我在玩啥，还跟我说能不能玩个猴子 C 的阵容？那伊费卡咋 C 呀？伊费卡那猴用 Q C 人呗？就这质量还 C 呢？要 A O E 没 A O E， 要攻速没攻速，要伤害没伤害的？哎呦我操！这把森林可是太虎了。给个大棒，有没有大棒？我操！你说去哪儿？无奈之母在等着你呢。下波给个天选瑞文，我真的急需大棒，他刚才要能给我爆一个大棒其实都好，但是很可惜没有大棒。哇，好多森林哦。无奈与折磨在等着你呢。阴影。跟着狐狸。算了。凑合用吧，这没办法了。现在我们就缺少瑞文这个东西，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。来死！我得亲自掌控局势。瑞文，操了！瑞文，快快快快快！小法撇了。瑞文，瑞文。瑞文，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
不好意思，这把拿下，差一张。装备得赶紧安了，这装备不安不行了。希望下一波，我可能得给科技枪了。我不给科技枪，我顶不住了。帽子应该是没有了。我得给科技枪了，不给科技枪确实顶不住了。给瑞文一个科技枪吧，或者咱们就赌一手，下边来大棒。你说去哪？不行了。我先给他合个夜游，这边给个妮蔻，小猫不要了，蛇女不要了，前排腰子给俩装备，先给个小反甲吧。不行了，这月神不给科技枪，我不一定能顶得住了。这月神删的太多了。不掉血呀，兄弟这。你这打人也不掉血呀，老弟呀，你得掉点血呀，你这不掉血那能行吗？七银口其实我们就已经成型了，现在七银口你一会儿要给我爆大棒，我跟你说我就吐血，我就直接就吐血。哎我这包女儿，这把这个灵魂莲花夜幽这个蛇女来的是真是好，我跟你们说，现在我们要想赢怎么办？嗯，怎么办？我们就只能等三星的瑞文，我们就只能攒钱，攒钱就第三星的瑞文，把瑞文给递到三星，我们就直接就吃鸡儿。如果递不到三星，稍微有点危险，因为我们的血比较少，没有容错率。莫甘娜干啥呀？莫甘娜要莫甘娜降低攻击速度啊？那我不如上个宗师好不好？我上个宗师多好啊！没大棒还行。拉个八上个宗师也行啊。随便搞一个呗，都可以。拉个八，掉个永恩上去，把维恩下了，上个莉莉亚、青雨、巨杀、泰坦、无尽，这不给啥呀？这怎么给呀？泰坦、无尽、春哥、青雨，
要给啥呀这？射线？什么是射线？哦，射线呢？这叫，原来这个叫射线。巨杀复活甲也行，其实。射线巨杀，给巨杀吧，给巨杀加射线，给小猫个巨杀。你不要以为这小猫是弟弟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云顶之翼的小猫可不是弟弟。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无敌了。能杀得了我的只有永恩。我这瑞文这盾基本上是无敌。小法也能杀我。没死，这个阵容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成型比较费劲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它的核心是四费的，前期比较难过渡，它没有什么很多低费的卡，你知道吧？它低费的卡就是分女儿、小猫、锤石，这没有虚区，你知道吧？没人，但只要我们成型。基本上就是无敌，我直接扔个刀锋上去。我这是上个鸡吧，这家比较麻烦，这家大树有点太幼了，希望瑞文不要打。不过他小法师没用，他这种的小法师没有用，他没有科技枪，他小法师起不来。我这盾，你看见我这盾没有？看没看见我这盾？他这小法师没科技枪肯定是不行的，小法必须得要个科技枪，小法没有科技枪，吸不起来血，没有盾。如果他小法有科技枪，可以与我一战，但是他没有，可惜了。我整个鬼叔吧，我整个鬼叔给他击吧。鬼叔莫干辣，可以哈，莫干辣。上鸡好还是上莫干辣好？嗯，并击碎他们40%的魔法抗性，除非离开该区域，莫干辣回复相当于20%实际伤害生命值。那还是这莫干辣厉害点，他主要是他不是减魔抗吗？莫干辣宗师减魔抗，不是宗师，耀光使还减魔抗，可以啊，莫干辣。鸡有控制，不要鸡，莫干辣减魔抗。这瑞文咋那么少呢？想升个三星瑞文怎么就升不上去呢？拿着白给的钱递瑞文，拿利息。
呀？递不着这。哎，是吧？啊，可算递着个玩意儿了。哎呀，可不容易，可递个腰子出来。威恩下了吧，我把你下了，我让你下去，听见没有？你下去，还让嫂子哥下去。地吧，别留钱了，不可能有人能打得过我。你就看我这六连胜，你就应该能明白，基本上这个场上所有的人全部被我打了一遍，我们现在不可能输。如果现在你把钱给花完了，那么你有可能就吃不了劲儿。你看看我这盾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瞅我这盾，你们看，你看看谁能打得赢我？场上一共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人，我打了个遍儿，没有人能打得过我。现在就差什么玩意儿了？哎呦我操！这回维恩可以下了，维恩下了上个宗师。耀光石几个？耀光石要四个呀。维恩下了上个宗师可以。早知道我给冒着了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哎，上个那什么？上个永恩。我这阵容不牛逼啊，我这阵容不猛啊，哎呦我太猛了，我这阵容现在基本上不可能有人能打得过我。捡魔抗，无敌啊，这简直无敌，我操，没有对手，就不存在那种对手，就没有说是哎呀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，差一点就把我打过了，从来没有这种情况，哼，你明白这个阵容到底有多狠了没？嗯，就不存在这种情况。这个小鹿好像不是那么很有用啊。任务开始，你说去哪？莉莉亚就不要了，这小鹿拿留着吧，留一下，等我们把这几个人杀的差不多，现在能克我的你们知道有什么？只有瞎子，只有瞎子能把我们给杀了，在其他不存在能杀得了我们的人。不掉血，这瑞文打了10455，我九滴血一直锁血，锁了九连胜，嗯，九滴血。耶，我都不知道你在玩什么，哎呀，天天看你玩真闹心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这都打不过我，这御剑仙这都没用，这个御剑仙随便递他两下得了，没东西能要我，这拿个大蛇吧，天天的一天天的这这那那的。
这刀锋挺猛，不过没什么用。哎，我稍微感觉到有那么一点点危机感了啊！这小子是有能力能打得过我的，有可能，有可能有能力能打得过我。我现在想要个三星的瑞文，有没有瑞文？永恩也行。瑞文会不会挤装备啊？万一把我装备给我挤了怎么整？应该不能哈。场下的英雄不会被场上的英雄给挤了。拿瑞文，拿瑞文，不要永恩，永恩没用。虽然他带了一个离子火花，但是他升到二，我们不是一定赢的。瑞文如果升到三，我们是一定赢的。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差一只。哎呀，分女儿忘拿了，操！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这也差一只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我瑞文差一只，蛇女儿差一只，给我顶住，给我顶住！九星红。瑞文，瑞文，顶住！瑞文，科技枪甩！哇！操了！一回合，我最后差一回合。找不地，我有时间地吗？我哪有时间地啊？我刚才没有钱了，我哪有时间地啊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我瑞文唱，哎呀，瑞文都删了，瑞文，哎呀，哎呀，难过呀，太难过了，真的难过呀。手速稍微慢了点，有点难受。真的，这太难受了，这太恶心了，这太憋屈了，这。